谢谢你们。
继上一次我们的专辑发行日，2015年，在这里举办之后，这是我们去年直到今年第一次回到忙演出，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开心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和陌生的身影，但希望通过今天奉天的现场，能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我们，加入到我们躁动的音乐当中来，好吗？下一首歌名字叫做《记忆中的颜色》，这首歌送给你们，同时也送给这个场地，让我们永远记住这里是一个躁动的地方。《记忆中的颜色》送给今天所有人，谢谢。Thank you.
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。这首歌是我们即将发行的一首单曲，今天在这里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首歌，名字叫做《呼唤》。同样，我希望所有人能够拿出我们的体温跟汗水，一起躁动着最后的时刻，好吗？声音太他妈小了，好吗？